我是苍鼠三哥，这是我养的三个傻逼仓鼠其中一个。来咬我，咬啊，小笼子被咬挺凶的吗？继续咬，继续咬啊你啊。除了舔我你还能干啥？你说你啊，你看人家仓鼠，再看你，同样都是怀孕的，怎么有点志气啊？嗯，继续咬啊。世人皆说仓鼠这种生物怀孕了爱吃孩子，你他妈倒好，你让孩子吃，说你还不乐意了，早想出来和我打架啊！来，我让你出来，来来，出来出来。不挺凶的吗？在里边说我养你有把你从小养到大的吗？有点志气行不行啊？我都想好你吃孩子了，然后你呢，你倒让孩子得吃成吃一大孔。看这块，这伤口这有个洞，就他这乳房这块，一块肉没了，一大块肉没了。这笼子里他肯定不是自己吃的，那只有他那十天刚满十天的八的小鼠宝宝吃的。我就丢不丢人啊？我就替你丢人啊？你怎么这么傻逼？人家母仓鼠都吃孩子，你倒好让孩子吃，你怎么这么乐于奉献自己呢？我问你啊，白养你这么大了，白喂你那么多肉了，生气了给你什么的？你现在这块吃，我去找你那八的孩子去。才十天你们就知道想吃妈妈的肉了，让你们长大要翻天吗？我拿你的孩子，你有意见吗？啊？八只不学好，生气。有点志气，有点志气行不行啊？有点志气啊！才能慰藉心肠，想起来回首，在乎却是荒唐。都听我的话，以后就有点志气。没营养就吃，去孩子啊！还有你们几只？不许吃你们的鼠妈妈，听见没？做孩子的都是你的兄弟姐妹们，有的度，你这做妈妈的要有的度，知道吧？别啥都得孩子吃啊，自己肉也要得孩子吃啊。